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喽。为了让比赛顺利进行，也兼顾到观赏品质，以下的安全规定在球场的你一定要遵守哦。第一，禁止携带及燃放鞭炮和烟火。第二，禁止丢掷任何东西入球场内，包括丢纸花。第三，比赛进行中，请勿鸣放汽笛、喇叭以及任何会制造噪音的器材，请让对战的球员能够专心比赛。